两千零八年，中华基督教医院通过 ZCIA 国际评鉴最高荣誉，为了要让中华基督教医院以及二基、六基、六等、南基、分基、原生、幼民所有医疗体系继续维持医学中心水准的医疗品质。特别在三清水秀的詹门水库山浦洋度假大酒店举办一天的主管共识营。你病院经营，咱要有足明确的目标。咱的目标在倒位？咱若清楚咱的目标，我们很清楚的，我们往前迈进，往那个目标走，我们就会成功。所以呢，你未来你就是爱带领你的同工，互伊带起来，互伊行出去，到怎样？所以呢，咱就是讲，咱来装备家己啦。咱来装备咱主管，装备咱的同工。共识营会中进行年度工作检讨，要佮包括将医疗体系未来经营方向，敲定执行计划，实现永续经营目标。上重要的目标是要让患者有一个安全的医疗品质。还是做正确，就是讲对葵花这边嘛，吼，三周岁不要靠后来的把关再去做把关，万一后来的把关不严怎么办呢？所以连排程是第一步，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好吧？那希望啊，这里很多位外科的医师在做排程的时候，要相当的注意这件事情。在健保制度体制之下，未来要敲锤将基医疗政策发展趋势甲影响。扛着我们的五大宗旨，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成为台湾、亚洲、全世界的医疗重镇，这就是一种阐述。但是还要在下一层的阐述，要一层一层的阐述下来啊！各位听到，张基走出去，四处走出去，这已经在到可行度的部分了，从非常策略观。概念的层次，一直走到实作的层次。有共识，才会当共事，彰基新闻郭启宏、严广成采访报道。彰基走出去，世界走进来。